实在就是 SUM。 我现在是在台南市仁德区嘉佑汽车，那我现在到嘉佑汽车咯，要请老板来帮我介绍这部车。大家好，今天为你们介绍的是这一台2012年 RAV4 2.5cc G 版 HID 头灯，四轮传动，银色，售价是53万8。这一台呢是一手车库车，那在它的外号有一句是日系进口修旅王，然后不论是大家庭或是小家庭通通都适合，而且好开，空间宽敞，妥善率高。待会我们就来看看内装的部分。这是车内的室内空间，前座的部分空间很宽广，然后身高180的人也不会觉得很拥挤。有方控跟定速的部分，还有触控式多功能主机中控，后导影像。这是公里数的部分，是14万1。这个是天窗的部分，后座空间也很宽敞。乘坐在后座的人，膝部空间也很有，绰绰有余，所以乘坐远途的话也不会觉得疲惫。哇，老板，你这个车啊都没有烟味耶。有载小孩的部分，所以就是无烟车这样子。行李箱空间超级无敌霹雳宽敞，你们如果要去露营还是出去3天2夜甚至一个礼拜的那个行李摆放都不是问题。以上呢就是为您介绍了这一台2012年 RAV4 G 版，那目前的里程数是14万1，售价是53万8，欢迎大家来嘉佑汽车赏车哟。实在就是SUM。